明天考哪所学校？明天考那个北电的复试。你不是今天早上考过了吗？因为我们刚才拍的时候说明天考的。那是我记错了，还是你给我发错了？我还，你说是今天下午考，你是明天上？今天早上考了，今天早上考掉了。考掉了，为什么明天还考？刚才这边录的时候，前边说明天考。美术生是学美术是多久了？我是从就是初三快初二快初三的时候开始学的，然后那时候班主任嘛，那个班主任挺看重我的，然后也很喜欢我主要，然后他就让我去学个美术，然后因为那个学校是属于重点高中嘛，然后其实一开始觉得也上不了，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进了。然后就上了那个学校，然后后来其实爸妈一开始也以为就考上之后就好了嘛，但是其实那个学校就进去之后还是要一直学画画的，然后我就本身就很不喜欢画画，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之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表演，然后后来就转了表演专业。一开始学表演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特别不支持，就特别特别不支持那种，就觉得首先感觉就是感觉肯定有些就对表演这个专业有点误解吧，然后后来什么样的误解呢？就像我们文化课的班主任，有些班主任就会觉得说学表演就感觉有点不正经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人都会有对这方面的误解，然后也觉得就是学表演就是为了以后当明星的嘛，然后就说哪里当明星哪里那么简单，就是谁那这样的话谁都可以当明星啊什么什么的，就说这种，然后爸妈的话就一开始就特别不支持，然后也觉得这条路没那么好走嘛，然后因为表演这个专业是真的变数挺大的，就像我们出来艺考报那么多所学校，到最后可能一所学校也上不了。其实专业其实说真的并没有多重要，真没多重要，感觉就很多时候说白了就是看考官喜不喜欢你这个人，然后考那么多学校，再加上觉得特别是考中戏啊北电这些，大家就条件各方面条件综合条件，不管是外部条件啊身高啊再是专业什么综合都挺好的，所以就觉得还是挺困难的嘛，就感觉考了那么多学校可能到最后是真的就是都是一所学校都上不了。